两栖少年集结到北营现场，与韩国力量者池昌旭进行一场男人的力量之争，扳手腕，究竟谁输谁赢？我们现场较量。是这样，这样的啊，第二季花少的两位少年是一对，然后我们的第一季的张翰还有我们小石同学是一对。你们先派谁？先派谁出来？弱的先，杨洋吧，还是没有啦？哥哥先吧。哥哥先。好，景宝先上。景宝对谁？因为他好猛的，对 ，you can。张，来吧，我们不要那么刻意了。我知道大家喜欢看那个，但是都已经这样了，你就。那你来，你来 ，OK， 你来。古代有这种说法，谁赢了就可以谁抱的美人归。不是我，我就是那个美人。对。娜姐是吗？对，金宝太可以，让给你了。谢谢汉哥。就是第一季的花少和第二季的花少两位好导游，大当家的是吧？掰个手腕好不好？来，准备啊！你喜欢哪只手？你喜欢哪只手？喜欢你这只手。好，两位，准备啊！三。二一开始。他没有使，没有怎么使劲儿，让我没有，他真的很有劲儿。对，好，下面我们小吃，小吃没来，我们小吃，小吃我们就刚才那一下就输了。이러다가제가치면어떻게되는거죠？那如果连我也输了怎么办？可以的，可以 ，OK。哥，手下留情。他又开始撒娇了。你怎么管谁都叫哥呢？你哥刚在这掰手腕，你去哪儿换衣服去了？你哥刚才可需要你了。别叫我哥了。哪个哥？好，到底谁是你哥？你们怎么真的这么有趣啊？好，杨洋，那个先给那个。小池来一个下马威，最厉害的动作，表示你很有力气。哎，好棒！好，两位来，请就位。好，来。杨洋，好，来准备，三，哇，已经开始使劲了，二，一，开始。Oh no！ 加几次？杨洋脸都白了。杨洋，快把镜子拿过来给他照照，他最需要一面镜子。好，杨洋现在脸色惨白。现在1-1，小池来。不是，其实我是不服的啊？为什么呢？不服啊？因为我觉得我有个专长啊，旭哥绝对不能做。什么专长？旭哥，是昌旭哥，昌旭哥，昌哥，昌哥，哥，又多了，怎么又多了一个哥呀？你们看一下，又多了一个哥。我觉得做你的哥真的很没有安全感。好，来，我们看一下你的特技是什么，来。把大姐给割了。我长这么大，没人拿板凳扔我呢。不许欺负我弟啊，姐，姐，不许欺负我姐啊！好，来看一下杨洋的特技是什么，来。下来，再下来，再下来。哇哇哇哇哇！好像，哎呦，小心。
赢了第一。脸更白了。小池怎么样？有没有把你？아니너무물구나무너무잘하는데사실멋있지는않는就是我看他倒立做的挺好的，但是就那样。不够帅。아근데오好棒。但是很棒，旭哥说很棒。제가한번오他挑战别的。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他挑战什么？啊，저도좀비슷한건데요，그냥한번해볼게요。我的也差不多，看了就知道了。好，池昌旭，你怎么说？还有吗？印象。认了。英雄。多么帅！太帅了。就服了的意思啊，服了的意思。其实，哥的那个动作比我这个难度要大。你真的很多哥哎。我觉得结束在我弟这儿挺好的，就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好。